陈月再度破防了吗？就在今晚，月姐号称要打服大狗开播悬赏500狙击大狗，玩不过就玩阴招。没想到月姐现在变成这样恶心了。怎么有人说500个人头狙击我？你的头值500吗？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带的依旧是绿毛布。大狗一心在看小姐姐照片，让月姐申请了2次才同意他进入队伍。什么档次啊？要我来申请？申请2遍？月姐现在不知道怎么变成了这样，跟一起发生了360度大反转。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大狗跟米粒在一起，想来都是他甩别人，没想到这次比大狗甩了，一时间接受不了，直接把人整魔怔了。但是没关系，米粒会治他。哎呀，也没什么档次嘛，见面的档次而已啊。而今晚的赌注也是带着陈月的个人感情，大狗若是输了就删掉米粒，而他输了就删掉布，真是带着醋意满满的赌注。不会月姐这波也是异想天开。那我们今天谁输了就删除你的评论，我输了我删大狗，你输了你删大狗。什么？ 谁输了还要删好友的？那个你妈呀！哎，不敢玩就不敢玩嘛。Bug一直强调自己手感极好，直接包赢。好替身打正主，这不是倒反天罡吗？今天你们包输的呀，知道吗？今天我们是很有信心的。3、2、1，给我炸！走。恭喜成为最强小队，成为最强小队，听到了吗？没听到，我再给你念一遍啊！BUG， 大狗也就算了，也说不过狗米组合。来啊，宝宝给我！要把枪啊！我捡到了，宝宝。要把枪啊！我捡到了，宝宝。要把枪啊！我捡到了，宝宝。刚大狗拿下一队，带米粒舔包给米粒奥克斯。月姐看到后又开始酸了，诅咒大狗下一秒就死，真没想到月姐这次的酸嘴竟然开光了。马上就死了，你嚣张！我操，完了，帮我倒下，倒下，倒下，倒下！米粒姐，这不会是月姐找来的内鬼吧？但是那又能怎么样？米粒用身体给大狗抗子弹。飞机，快快上飞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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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飞机！哇尼玛，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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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目前场上剩余29人，大狗已经16杀了，
头，米莉不小心上了月姐的飞机，月姐立马就叫起来了，我这不是看你陪玩死了吗，之后想保护一下你，避免你又吃醋了是吧。哎呀，你保护我呢，你还是保护好你自己的宝宝吧。原本以为大狗这次拿下20杀翻倍没有问题，没想到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大狗一个，哇，搞一个，我操啊，这都行，只能说大狗运气不好，被人穿烟乱枪打死了。乐看到大狗没有拿到20杀就开始阴阳，也不看看自己就杀了几个，米粒杀6个他就杀3个。你们有没有我一半啊？你们俩杀多少啊？11杀，一半都没有。此时的米粒在多个俱乐部点单群里看到了月姐在点善群派单悬赏大狗，淘汰大狗奖金500。现在月姐玩不过就玩阴的，在证据面前还装傻充愣的不敢承认。 你在俱乐部里找人狙击我啊？没有没有啊，什么时候啊？是我吗？不是你们。什么时候干这种事啊？你狙击包赢啊，你玩阴招是吧？哎，有这回事啊？是我，你不要装傻，看清楚好吧，张着嘴乱咬人。月姐还好意思说大狗张嘴瞎咬人，大狗拿出证据还死不承认。这是不是他逼死一点狙击？你看证据确凿，依旧死皮赖脸的也没谁了。刚说完狙击队就来了，虽然大狗寡不敌众，但是某月更是喜提一套大礼包。我操，来了，一看这就是大狗的真爱粉。俗话说吃人的最短拿人的手短，虽然为了500的悬赏金无奈补掉了大狗，但也不能对不起大狗。月姐的悬赏通告也没说不能全自己啊。陈月看到自己花钱的狙击队把自己全了，不知道他会不会赖账。这是你自己请的狙击队吧？怎么还给你编了呀？怎么回事啊？拿后三还没打过我，编我什么人呢、啊、这是干嘛啊？都是乐贵了在月姐面前好好表现，竟然还攻击起了米粒，真不知道自己几斤几啊。人家长得很帅，奶帅奶帅的，哪像你。哎呦，奶帅奶帅的，是不是都牙黄脚臭的那种啊？那脸都反光。你自卑了，人家很帅，和彭于晏差不多。昨晚大狗跟米粒去吃饭，肯定让月姐羡慕死了，没有人给她喂饭，没人给她扎头发，只能自己一个人端着一瓶醋在思考人生。吃饭不会自己吃，你偷亏我们呀。真的就是见钱眼开呗。哎，你别酸了知道吧，是不是没手啊？不会自己绑头发啊？你不会连扎个头发的醋都吃吧？刚刚在空岛基地里没说够赶出来，月姐又开始找米粒麻烦，说米粒随随便便就出去跟人家男生吃饭，看来她是真的没东西黑了。
拿自己的一个月去比较人家了两三年。为什么老是随便便就跟人吃饭啊？我问你是不是饿了吗？我请你吃两顿啊。我当时面试大口吃大口老板的时候两三年前了，姐姐。你那个时候在干嘛呀？那个时候学人机不难。就说你咋了？就说你见人就去吃饭。看样子月姐是真的羡慕到了，不会看到大狗和米粒如此的有夫妻相，如此的甜蜜，如此的恩爱，开始酸了。之前大狗对她好的时候她不珍惜，现在怎么不去找绿毛棍陪她吃饭呢？不要酸了，虽然大狗是我第一个一起出去吃饭的男孩子吧，但的确是他的男孩子。妈的破防了，那不硬硬的破了呀。恶里为米粒没车，拿月姐有辆车来嘲讽米粒，没想到刚好撞到枪口上了。那我下次跟你吃饭是不是可以坐你的车吃了呀？可以呀，吃一次饭，真饿呀，真的吗？饭都得去吃，你直接让他住你那去呗，天天吃呗。哎呀，你怎么这么酸呢？想和大狗吃饭，出来直说嘛，对吧？咱就是说，米粒姐真的太霸气了，知道月姐就是看到大狗没有陪自己吃饭酸了，羡慕了，嫉妒了，直至最后破防了。多吃点饭啊，别饿着自己了，多吃点草莓，多吃点奇异果。酸哦，姐姐，要不我要大狗给你买点。Nice. 完了，疯了，疯了，疯了！我靠，这人疯了！完了，疯了，疯了！自从陈月看到大狗跟米粒吃饭，不仅开车去接米粒，还给米粒买礼物，帮米粒扎头发，喂米粒吃饭，今天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不知道他先抛弃大狗，现在又整这出，是何用意？既然抛弃了大狗，何必又舍不得大狗？今天一上来就搞悬赏，去狗手机者，赏大洋500。除此之外，还一直对米粒指指点点的，让人感觉月姐不仅是被酸破防了，更像是有点走火入魔了。跟个舔狗一样的，一直在舔你月姐，你知道你像个什么东西吗？你这个舔狗似的，一直舔米粒。谁舔狗谁知道？宝宝老婆啊，宝宝老婆，好脏哦！你们叫不出来吧？啊，叫出来一个来听听来，叫出来一个。哎呀，你个舔狗不要说了嘛！叫出来啊！舔狗不要说的嘛！叫都叫不出来，知道绝对不好意思叫。一个嫌弃绿色头发，一个嫌弃妈声音不好听，是吧？啊，叫得出来吗？你们俩叫都不出来吧都？跟你说话，你闭嘴吧，跟你说话了吗？哎呀，月姐，我知道你是想听什么，月月爸爸想月月是不是？想想月这些，哎呀，别恶心我了，我想听他叫你老婆，我就想听他叫你老婆，太酸了，太酸了吧？我太想听了，我太想听啊，就让叫着啊。一楼有一个，倒一个，倒两个。有本事别倒啊，哥布林！还有个脚步，来跟我明姐。左手边倒了。哇！倒倒倒，楼顶倒。死死死！脚一个。让他住床，没看到没那人影子，我救过来。旁边楼有一个，没烟的，在二楼。他不会说给你们的听的吧？这是个什么操作？他不会说给你们的听的吧？哎呀，我这女的好，真的啊，他这么玩真的他妈好恶心啊，知道吧？现在有人能杀了大狗的1000米，就给我。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在干嘛呀？说话不能说啊。说话玩，说话玩，不能说话吗？土匪啊，不能说话。你输了是吧？感觉自己打不过了，我开始叫人了。我随便说说话，现在谁能打大狗的就给，就直接补给我1000米，我就随便说说话，我不能说吗？我不可以说吗 ？BOG 如果没有水平打过我，就让他滚蛋，好不好？你别搞那些阴招。对呀、啊，你要不换一个陪玩嘛，对吧？搞得活不起的一样的，还搞人狙击。原来你这水平不找狙击，确实也打不过我呀。我真的，我第一次跟他遇到的时候，对吧？我还觉得他有点水平，但我是没看，感觉也就那样嘛，一般般吧。战神打不上去，水平也就这，可能是我。比你厉害，叫人啊！比我厉害好，叫个毛啊！你是个东西啊！你还叫人，还 bug 比我厉害，比我厉害，战神他妈打不上去，头发谁染的，罐头谁吃的？不比你这个叫老婆的厉害，就比你这个会叫老婆的厉害。我就比你这个他妈染绿色头发的牛逼。刚刚就老婆宝宝。我完了，疯了！我靠，这人疯了，完了，疯了。真的疯了他，疯了，你不嫁两个老婆，我就养不了。完了，疯了呀！赶紧叫两个，正常一点。叫谁呀、啊？叫你啊？叫米粒啊！叫啊！你不是喜欢叫米粒吗？我想叫。完了，米粒姐她疯了，真的疯了。吃醋吃多了。他敢不敢让我叫个人来啊？你
别问我敢不敢。你叫人干嘛呀？你问你老板啊，对吧？你老板这么厉害，对吧？带着你飞，然后你还要换人。怎么了？想找你冲战神的队友啊？谁给他的队友？战神都打不过。一点都拿捏你了，甭管你的小丑，打二转二打二了，对吧？反正我好久没玩游戏了。55+16，55+16，71个，71。你敢不敢让我叫一个？71，我都说了让你叫。那你叫啊，下次打吧，好吧？你叫了下次打。多少？知道吗？多少钱给你？71-52，不会自己算？是你给我还是我还是我给你啊？不得你算好吗？71，你让你老婆算啊！你让你老婆给你算啊！听不懂啊？71-52。等于19，听不懂等于多少？我不知道。等于19，19再乘以300，然后呢？19多少啊？哎，这妈疯了！赚你的。5700，速度，走吧。别说那么多了，转了啊！转了，我走了。再带你老婆去吃好吃的，走宝宝，再多去吃两顿。来走。烦不烦？拜拜。赶紧走。疯了，知道吧？兄弟，真疯了，疯了，真的疯了。我感觉他妈那个月月疯了，真的。米莉姐，那月月我感觉真疯了。他吃醋了啊！疯了呀！这不是疯了，是什么？那个，哎，他不是要叫人吗？跟我2-2嘛。啊、然后如果我打赢了，你现在在哪里啊？我在杭州啊。你在杭州了吗？那如果我2-2打赢了，你能不能就是来我这边，就是跟我同框直播一天？也行啊，但是可能需要过几天吧。过几天吗？可以啊，可以啊，我去接你都可以了呀。你来我家，然后坐我旁边直播着，我的摄像头刚好比较大，然后坐我旁边直播着。也行。那你同意了啊？嗯，那可以啊。现在没什么事，我先去休息了，因为今天太累了。可以啊，好的，宝宝，拜拜啊。